你们的破台语。基山是闽南人，过一个桥就变成客人的所在咯。闽东才是客人的港埠。这是一个马来西亚语，不好意思。你看我后边是义民庙、义民庙，加讲是客人才有拜的。看到义民庙就知道，这是客人的所在。闽东呀，有一点啊深度哦，这是。谢谢谢，跟大家讲啊，听讲是沙漆多的所在。沙漆。沙漆。啊，快点介绍哈。啊，收藏馆。乡间小路。那个有一个瞭望台哦，那。嘿啊嘿啊。像那个有没有守望相助台？客家大院呢？欸，我不知道这会当入来无的，大家也卖分享这样皮出去哦。咦？像不像那个侏罗纪公园？然后突然有那种大恐龙会跑出来。我第一次看到这种门诶，足大足特别诶。湖中诶味浓，嘛是有另外一种味感。味浓摇摇，加足有名就是这个陶瓷诶，块块波光诶色，足侪造型安尼，足水诶，这个艺术价值很高的，来参观一下。博物馆是唔通翕相的，唔通录影，所以就翕外口的壁，让大家看。所来，阮经过了一个过一个的客家村，四界拢是这种三合院的古厝，佮有这种建筑，朋友讲是分楼，又是足久以前行分草的所在。又佮来到食在地客家料理的时间咯，足期待啊！卤猪脚是一定爱点的，那个皮，看这个皮，哇哦！一波就下 ，OK， 这个是各类彩虹，这个是当归红贵的彩哦，下去落客家贵调，哇，油肠无客气哦，给我足济，这就是简单的汤，油肠汤，然后就配点它完美的搭配来了，哦，这样嫩，这样嫩。这个皮足好食的，我感觉入边足嫩的，成功成功，厉害厉害，介绍我大家。哦，这个皮很好吃，卖别个食菜哦，这个红萝的菜，拜拜，加起来太赞了，这个好吃哎，这个在地人一定爱加的白兔。排乌醋，哎，干袂歹。因讲讲要加一个，我要来 test 一条，淡薄啊，好吼，我过诶。我闻到一种特别的味道诶。内容吃龟苓一定要乌醋配番辣椒，番辣椒是辣椒酱，番番人的酱，学起来。嗯，特别的番辣椒诶，臭味叫臭味，土豆豆腐。你看那豆腐那有诶质地，哇！真正是豆腐那诶绵密绵密的口感，哇，好吃诶！土豆粉加豆油糕，这个豆油糕嘛是足好食。嗯，好介意诶。Yes， 即卖就是来米龙诶油炸耍工作室逛进省，这回来呀、啊。嗯，这个门足水诶。嗯，内底搁较水，对我来，哇，你看遮，足有味道诶，遮有足侪啥物啥物糖诶，就是讲伊个厝诶人是姓啥物诶，籍贯吧，差不多，迄、那个祖先诶所在，就叫做啥物啥物糖安尼，举例，嘿，你看这个铁窗花。要我对闪烁简短的诠释，我就说，很多人的凝聚就是团结，撑出一个圆叫做圆满。很用心，画工不得了啊！哇，四十年就是这个颜色。对，这个油纸刷工艺。
已经传到第三代，有一群人愿意为台湾的文化出来去传承，阮看到嘛是足感动的。哎、欸，有了，成功了。对，是耶，哇，有感觉哦，很棒哦。穿红色搭吗？很搭，哦，好漂亮哦，好。很美耶，你可以帮我拍照吗？可以，我再帮你拍照。好。嘿，这是基隆文创中心，以前日本来的时阵，伊是警察局怎么讲？叫做出丢所，好像以前人都会讲派出所。啊，今日就来入去，应该比谢谢安尼。食水果，安尼较袂便秘。哎、欸，你看，芭乐内底红色诶，西瓜芭乐。嗯，其实就是芭乐 ，AMSR， 是芭乐的声音。有咩翕啦？木瓜是无写诶。嗯。其实我是伫咧想，转去台北了后。要安怎减肥？OK， 这个是手工现做的豆花，吃豆花。哎呦，我的感觉已经感觉足嫩诶，哇，有够骨溜，有够骨溜诶！那边在做，这边在吃。好了，骨溜第一名，我汤嘛袂歹食。嗯，赞啊，这个赞！小镇里面吃到的豆花这么厉害的，太劲了！我结账才知这个20块，但是有够好食的，CP 值超高，我要偷行了。压到诶，真的是压到，但是我的胃有胃，要要食10碗。嗯哦，米龙，以前是安尼写的，这是靳志廷，120年起的，好久哦，200年，哇，就这样立在路中间吗？风吹就会派去的，一定要好好的保留哦。耶、yeah, ，大家看，已经天暗啦，天暗就伫个随风夜市啊，结束今日的行程咯，入去吃暗顿，拜拜。